透明的金字塔传递爱心，旁边还有金色法轮。热心环保，倍数成金，献爱心。环保站挖宝还要精心挑选，爱完整啊！啊，你像这有病鱼就袂当啊，有病鱼伊黏起来袂水啊。我来牵手啊，刚刚。有啊。黏迄胶带，啊，佮佫予其他的师姐，伊个有三罐一组，两罐一组。就是像一个金字塔的模型，我们要把那个垃圾变黄金，黄金变垃圾。这样上面要连电线，是不是？连那个电灯。善用回收物，转动的轮盘都有玄机。这个是因为到时候要转法轮啊。轮椅坏了，把那个轮胎把它用掉，一层轮椅，然后再去把这个东西再把它扩大。我们法轮里面有八条，那因为轮椅里面也有九条的，也有十几条的，那要特别要找那个八条符合我们的法轮的结构。志工孙瑞泽从事建材业，也把美工团队带来。我来公司将近18年了，来第3年之后就开始协助，因为我们老板加入之后，我们公司也是慢慢有在参与的。感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回馈社会。回收宝物也能弘法，让法轮长转，生生不息。大爱新闻高雄综合报道。